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我们就来实况我们的星辰龙一。在这一集呢，我们来轻轻松松的来介绍一些好用的魔杖。在上一集的时候已经做出了神龙之力权杖嘛，对不对？那在循环魔族里面呢，它也有很多很好用的魔杖。然后我就想说，我把魔杖这个部分拿出来，就是介绍一下，看看有哪些魔杖看起来比较好用的这些，像是什么生物导弹啊，什么冰霜制造机啊什么的。OK， 那我们来玩几支魔杖来看一下有哪。哪些作用在好了，然后我这边也有一个方块，我想要做实验，想要对那个红龙做一些实验，像是有一个杖叫做这个生物催眠杖，迷惑附近的敌对生物，使他们互相攻击。我在想说这个杖对我们的红龙有没有用呢？不知道，我想说拿来试试看。然后还有一个方块叫做脉冲阻拦器，这个东西就是它会在你的半径32格内的所有怪物都会被这个阻拦器给就是弹开，就是想说好像可以用在红龙上。好，那么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魔杖制作集吧。这一支叫做生物导弹杖，基本上有很多的那个魔杖其实就做起来都还蛮简单，只需要钻石、幽灵之类、铁锭跟我们的金锭，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做出一支生物导弹杖了啊。那材料都很简单。然后第二支我想要来做冰霜制造机，有点像是冰淇淋机，可是它的材料是冰块耶。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准备个丝绸之处，差不多把冰挖出来，对不对？我们就做一支那个丝绸之柱镐就可以了。对，我们就附魔的一大堆铁镐，想办法就把那个丝绸给附出来，就对了。第三个是反物质蒸发器，它可以蒸发水这个东西，然后也许我们就可以直接把一大片的海洋全部瞬间蒸发掉。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一直很想玩的生物催眠杖，迷惑附近的敌对生物时，他们互相攻击。对，这个应该是可以拿来试用看看。然后最后有一支魔杖，但是我有尝试制造过它，它是做不出来的，它叫做黄昏魔杖。这个黄昏魔杖呢，会射出一个类似暗色的火球，可是黄昏魔杖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有一个东西是琥珀，这个东西好像目前是做不出来的，因为我的模组里面并没有支援到这项材料的制作方式，所以我们的琥珀这个是做不出来的，可能要 pass 掉它，或者是我使用黑魔法让你们稍微看一下这一个黄昏魔杖的功能。对，我看你们应该都很想要知道这个效果吧，对不对？好啦，我知道啦，小白都知道你们想看什么，所以请继续看下去吧。好，那么我们就接下来把这些魔杖都先制造出来吧。除了这一把很难做以外，应该其他的都还好吧？我看一下啊，生物催眠杖，蘑菇，蘑菇，哎，对哈，蘑菇岛，哎，这个是蘑菇岛的蘑菇，哎，我要去哪里找蘑菇岛的蘑菇啊？一整颗的那一种，哇，这个可以拿来烧东西，可是蘑菇岛的蘑菇，哎。完了，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找蘑菇岛，哎，还好有网站上可以帮我们找到蘑菇岛。嗯，我们的法杖应该是有着落了，不一定啊，可能跟我想的也不一样啊。我们就来开始把我们的一些法杖给做出来吧。除了黄昏以外，没有了，黄昏还是可以做啊。OK， 好，我们就开始吧。首先，生物导弹杖有了，生物导弹杖，然后下一支来做冰霜制造机，这个我们可能要回到地球来收集一下。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反物质蒸发器，是青金石加湿海绵或海绵。跟一点糖。海绵的话，目前也没有拿到过，因为我们没有去过那个。我们没有去过那个地底下，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可能还是得先回到我们的地球来收集一下材料才行啊。对，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做几只的稿子好了。我们回去做那个什么丝绸之树的附魔。嘿，嘿，嘿，幸运三效率 ，no， 哎。Daisuki， 有了有了有了，然后其他两只我都不要，哎呦，直接丢进里面，啾啾，好，成功了，我们拿到了我们的铁镐，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去寻找冰块跟我们的蘑菇岛吧，啊，对，我们先去找那个地底下那个什么，地底的海底遗迹，因为我们需要湿海绵，居然飞到雪地了，也可以啦，反正我们需要冰嘛，我们就拿这个，你们在伤害我吗？哼，不自量力。可是这是冰砖欸，冰砖的话可以用冰精华啊，冰精华来做，它不是冰欸，冰砖不行啊。那这个是冰吧？对，这个才是冰。我们海边的这个才是冰，那我们就挖这个。好脆啊，脆。OK， 这样这几个应该就够了。好，我们就继续搜寻一下，看有没有那个遗迹，那个叫什么
拆狄龙宫应该是算。这是什么东西？我现在才发现有这个东西耶。这是什么？嗯？等等哦，随机的遗迹吗？是吗？哦，对了对了对了，随机的遗迹哦哦，这个地底下怎么红红的？哦，那是那个啦，那个红色的地毯而已。我记得好像它的后面吧，还是它的前面有藏东西可以拿。我想一下哦，是这里吗？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有几颗钻石啦，慰这个叫什么？那个抚慰你的心灵一点点这样。海灯笼，我不要这个，哦，我不要，我也不要海灯。走开，走开！我刚刚还射到我自己，这样电耗多少？还好哎，反正我的电现在是，其实还蛮耗电的。说实在，一发很贵，一发蛮贵的，最好小心一点使。嗨，小朋友，小朋友，真可爱呢。你很乖哦，你最好给我乖一点哦，不然的话我就那个稿子直接敲下去哦，我要敲了哦，耶、yeah, ，直接炸开一个正方形。好了，不要玩他们，赶快去找东西。我发现深海也会有这种小小的那个、欸，那个叫什么？那个一些小道具会藏在深海里面，就有点像是那种奖励箱这样，随处可见。哼，我可以继续找啊。我在想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直接用敲的吗？应该可以。Let's to try。首先，轻轻一戳，耶，耶，耶！哦，抱歉，抱歉，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不要这些东西，我想要的是海绵啊，海绵。那个挖掘皮对我来讲有用吗？没用哎、欸。嚯，海绵在哪里 ？Hello， 应该是在房子的角落吧？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角落吧？有吗？有房子有那个吗？有看到吗？没有哎、欸，海绵呢？你们把海绵偷去哪里？哦，抱歉 ，boss， 我本来把你打开了，这个里面会不会有啊？我先把一些方块都丢掉，东西这个其实还蛮占空间的。好，这个里面是金吧？对，这是金矿。可是海绵啊，海绵会不会在上面一点点？这个里面会不会是海绵啊？嗯，也没有呢。反倒是垃圾还蛮多的了，还是海绵？他们到底把海绵藏在哪里？给我把海绵交出来哦。这里面有海绵吗？这里面没有。这个呢？没有。还多送一个那个墨囊是怎样？这里面也没有。你呢？没有，就十个而已。目前被我掏空成这样，还是没见到海绵呢、欸？还是？在哪里啊？我觉得我应该有挖到哎、欸，但是就是不晓得是在哪里。这已经被我掏空成这样子了，还没海绵吗？不可能，不然这样。好 ，OK， 哦，抱歉，这是你的休息地是不是？抱歉，抱歉，抱歉，我快要把他们家全部挖掉，我可是好像是没见到海绵。好多线呢、啊，你们等一下啦。等一下，我不想伤害你们，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只不过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你们家已经快要没了、欸，抱歉啦，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想说找海绵，结果你们家整个就被夷为平地了，他们家已经变这样了、欸，海绵到底在哪里啦？这里吗？没有啊，好啦，不要用啦，那个我看不懂，no nothing， 还是可能被我挖掉了。我是有觉得有可能被我挖掉，只不过我就是不知道在哪一颗黑球里面也说不定。对啊，哪里有海绵？哪里？我是不是不应该一开始就用这个来挖？因为我都没看到海绵欸。欸，真的欸，完了 ，sorry， 你们家已经快被我瓦解了。还是说在这里？也没有啊，这里还睡了一只 boss 嘞。没有，他没有睡，他只是没事做。不对啊，欸，不是吧？怎么那么难找啊？这难道是在这里面？没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 ，Hello， 这里面有什么？战利品？不对，你呢？不对，这好多颗哦。No， 没有哎、欸，完了！啊，你们家被我挖成，他们被黏住了，他们被石油黏住了。哦，原来石油还有这种功用啊，拿来黏你们？不是吧？我都挖成这样了，我还是没看到啊。Hello， 啊，海灵石砖。还有什么东西？还有这个海灵晶体，我都要设成那个什么挖掘过滤，这样的话就不会掉他们了。只不过也来不及了，因为好像真的没有海绵哎、欸。哎呦，要修嘞！
啊，岩浆，起起起起起起，哎，没有哎，哦，它里面是那个啦。我完了，我还挖到一堆垃圾。我哎，这一整栋没有海绵哦，认真，真的有那种没有海绵的这种状况出现了。好啦，这一间可能比较没有也说不定，我们去找下一间好了。拜拜，谢谢你们哦。那个你们房子应该会自己盖吧？应该啦。OK， 继续走。好，又找到一间，这一次我们先慢慢来，我们先找到我们的海绵哦。不然每次挖的话都不能放、啊、哦，有了，在这里啊，海绵就在这里啊，有什么难找的？嗨，有了，湿海绵，有了有了，成功成功，谢谢谢谢，终于找到了。奇怪，海绵就这么好找啊？我刚刚那一局是怎样？我这样挖几个？这样七个，所以说我用这个稿子一挖会怎样？咦？哦，哎，奇怪，挖不起来啊。对啊，奇怪，海绵是不会被破坏掉的呢。对啊，应该是材料或材质上的不同吧，但是为什么我没看到？那乖乖的龙地洞，不管它，我要挖。谢谢你们，你们这一间看起来过得比刚刚那一间还要不错哦。你们肯定有玩过《世纪帝国》吧？肯定发展的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好，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的弓箭一发可不可以把他们给清掉好吧，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可能。Hi boss， Hi boss， 我要释放你一下。OK， 好了，你可以那个，我射一发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好了。世界蒸发了，漂亮。好，再来就是我们要找我们的蘑菇岛。蘑菇岛因为比较难找哈，所以我有用那个网页的方式来帮我们快速搜寻一下蘑菇岛的地理位置，但是也有可能是错的，因为不确定嘛。哇，可惜，本来想说用网页的方式来找的，但是跟我判断的一样啊，就是。因为毕竟我们的模组包里面有一些增加地形的东西，所以可能那个位置早就已经不能用种子码来去搜寻我们的蘑菇岛了，所以 OK， 我们的蘑菇帐恐怕就做不出来了，不然没办法。好了，我们就来做那三只神奇的魔杖呗。可是村庄里面有人卖蘑菇，看一下、哦、应该不太可能啊，他们卖蘑菇干嘛？哎，干嘛？什么碗糕？你们会藏蘑菇吗？想也知道不太可能哦。又是这个幻鸟者之掌，这个很酷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很酷。可是他，就是他放那个范围超难控制。我本来是往前，然后，而且好长哦。而且他好像连空中也可以。这到底要怎样才可以放对？这超难操控的。嘿嘿，酷哦。干嘛？奇怪，你们可以不要射这个金王，这很难操控哎。好了，我不要玩了，这个魔杖真的是有够烂，送你，我不要，超烂的，我要回去做我的三只可爱小魔杖。好，就来做这个反物质蒸发器跟我们的生物萃，不对，这做不出来，可恶。OK，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材料能，你不是。我们就这样，我们的那个功能并没有很多，我们就先从左边的介绍，除了这一把黄昏魔杖是借由黑魔法的方式来拿出来以外，其他像是那个蘑菇杖，因为蘑菇主要是因为没遇到，但是黄昏杖是因为材料真的拿不出来，所以我们就借用黑魔法的力量稍微就借助一下。那反物质蒸发器第一把呢是可以蒸发水，然后我不知道范围是多少，但是我想说我们直接沉进大海里面，然后来按一下功能究竟可以蒸发多少呢？三二一。这已经算蒸发了，是不是？啊啊，就这样。它的范围好像蛮小的，可是如果你一直按的话，你可以形成一个。等一下，哦啊，它这个水就永远不会那个、哦，没办法再进水吗？还是因为它只是因为 bug 啊？对不起，它是因为哎，那等一下哦，我可以偷放一个方块吗？我去挖一块方块，因为这个水看起来。不太像，照理讲应该是，哎、欸，它不是 bug 哎、欸，它就是这个范围内确定就是永远不会有水、欸、哇，哎、欸，这很好用，这个很好用，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盖亚特兰提斯。对啊，哎、欸，这很猛哎、欸，它不是 bug 哎、欸，它就是，等一下，啊，是啦，它就是有点像是产生一区 bug 这样子的概念。不过如果说你不要去故意戳它的话，好像，对啊，你看。对啊，
好像它其实就是永远会固定成这样，它就是不是，哦呦，它连上面这边都可以做成这种滴不下的那个效果，可以做亚特兰提斯，哎，好猛哦！那第二把呢，就是黄昏魔杖。黄昏魔杖就是用哥莱果，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叫做拿不出来的道具的黑魔法来自的地方，然后还有我们的绿宝石跟黑曜石来制作。那有了这一颗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做成用金币跟黑曜石做出一个黄昏魔杖。那黄昏魔杖呢，它的效果就是有点像是打怪用了，但是伤害并没有很高。它的效果是这样子：如果你按住右键，然后就放开。对，它会形成像这样紫火，很酷啦，就那个紫色火焰是看起来蛮厉害，但是好像不会伤害我，要不然就是我根本就是强到嘿无法伤害这样之类的。那它还有模式可以切换，所以我想说，哎，怎么样去切换模式啊？单重射击，对啊，它并没有讲说是要怎么切换模式，但没关系，但应该是这样子，如果研究出来的话，我在后面做个补充好了。然后再来是生物导弹杖，对附近的敌对生物发射追踪导弹。哦，有了有了有了，这边是一堆可爱的羊妹妹，我来看一下究竟这个叫什么生物。哦，要敌对生物哦，哦要敌对生物，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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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的话我们就去戳看看红龙好了，有事没事在那边戳红龙，想死是不是？对啊对啊对啊，我们先对安德用看好了。哦，他可以戳到安德哎。你看，它有一个很像水滴，然后它就是会，它打得到安德哎，伤害好像没有很高。那试试看这个，有哎，它有被燃烧哎，哦，被烧死了，它应该是普通的纯粹被烧死。哦，等一下，就他妈的，我忘记，我要飞远点，我飞远点，差点忘记还有你的存在哦，这个应该是不行了，不然的话我们可以拿来追踪这个吗？不行，那黄昏没有用，这个水晶对黄昏没用，对啊，你看它在上面烧也没有用，所以这个没办法破坏到它。然后冰霜制造冷却，可以哎，可是它看起来好像是生气哎，对啊，我在对它丢雪球哎，哎呦呦，这是什么？冰与火。你喷这个，我喷这个，好不好？来啊 ，PK 啊，你 PK 啊，看谁温度比较高。等一下，完全没办法，要不然生物导弹不行哎，它好像侦测它不是那个叫什么，它好像不是敌对生物，所以它没有办法。它可以自己炸自己的那个吗？自己的那个是自己的水晶吗？好像没什么用哈。你会我也会啊，可是就是完全没有用啊。Hello。你这个魔杖只会制造血的，到底有什么作用在吗？没有啊，并没有好吗？我在想要把它水晶全部打亮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没有哎，没用哎，真的没用哎，超没用的。你把那些光柱叫起来是要干嘛？那个 spotlight 是不是有什么用吗？完全没用啊。好了，我要试试看用这个叫脉冲阻燃器，这个可以让我们的敌对生物被排斥，但是不晓得对红龙有没有用。哦呦，要输嘞！哎呦呦，要输嘞！好像对红龙看起来是啊 ，OK， 没用，完全没用。我想说来戳你而已啦，我不是故意的、哦。你开车哎，完全没用。OK， 证实了，完全没用。连这个什么黄昏魔杖的，应该也是对的。哎，他你怎么一直喷啊？我要，而且你看我都打不到他。好、哦，这个法杖就是我们的。粉丝借给我的十秒内的黑魔法之杖，生物叫什么来着的？哦呦，要血了，迷惑杖。完全不行，无法靠近。我们得等他冷静，他现在在中心点不断。哦呦，他开车，来敌对，找不到敌对生物啊。哦呦，借用一下。他不行他还是他是神吧，所以他不算敌对生物，对不对？我先靠近他借。不行，用不到，所以它不算敌对生物，可恶！嘿，对啊，不能用，讨厌！好啦，掉进虚空吧，拜拜。好，测试结果完全没用，对红龙来讲就是，你今天到底来干嘛？我不知道啦，我想说可以找你玩嘛，我就好奇嘛，好不好？我就烂啦。好啦，那今天的时光就到这里，到高段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回再见，拜拜。